请让我加入篮球队。老师傅，天上菜根本就是怎么会拖累呢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所有练习都是团队配合，团结高中。李文景，要。别人不敢说。徐景天认识你啊？哎，老华，拦下学长卡。这关在想了，我们恒星高中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了，爸妈都来了。今年是我们三个最后一年，如果输了，我们高中篮球生涯就这样结束。看来今年还是挺靠我。要拿都拿去，就剩不多想的心，我一直不依而飞，为何他心上的温暖依旧如一的。